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多福在拥有国权者，他对万事是全能的。他曾创造了死生，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最优美。他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他创造了七层天，你在至任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，你再看看，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？然后你再看两次，你的眼睛将昏花的、疲倦的转回来。我却以众星点缀最近的天，并以众星供恶魔们猜测，我以为他们预备火狱的刑罚。不信主的人们将受火狱的刑罚，那归宿真恶劣。当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，他们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音，火狱几乎为愤怒而破碎。没有一群人被投入其中，管火狱的天神们就对他们说，难道没有任何警告者降临你们吗？他们说，不然，警告者已降临我们了，但我们否认他们。我们说，真主没有降世什么，你们只是在重大的迷雾中。他们说，假若我们能听从或能明理，我们必不至弄于火狱的居民之列。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过，让火狱的居民远离真主的恩慈。在秘密中敬畏主的人们将蒙羞辱和重大的报酬。你们可以隐匿你们的语言，也可以把它说出来，它却是全知心事的。创造者既是玄妙而且彻知的，难道他不知道你们所隐匿的语言吗？他为你们而使大地平稳，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，应当吃他的给养，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。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使大地在震荡的时候通验你们吗？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使飞沙走石的暴风摧毁你们吗？你们将知道我的警告是怎样的。在他们之前逝去的人们却已否认众使者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。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他们的上面展示和涟漪的众鸟吗？只有至仁主维持他们，他却是明察万物的。除了真主援助你们之外，还有谁能做你们的援军呢？你们只限于自欺其中。谁能供给你们呢？如果至仁主扣养他的给养，不然他们固执而骄傲和悖逆。究竟谁更能获得引导呢？是匍匐而行的人呢，还是正在正路上挺身而行的人呢？你说他是创造你们并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的，你们却很少感谢。你说他是使你们繁殖于大地上的，你们将来被集合到他那里。他们说，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。你说，关于此事的知识只有在主的那里，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当他们看见这应许降临的时候，不信道的人们的面目将变成黑的，或者将说，这就是你们生前妄言不会实现的事。你说，你们告诉我吧，如果真主毁灭我和我的同道，或怜悯我们，那么谁使不信道的人们得免于痛苦的刑罚呢？你们说，他是至仁主，我们已信仰他，我们只信赖他。你们将来知道谁在明显的迷雾中。你说，你们告诉我吧，如果你们的水一旦渗漏了，谁能给你们一条流水呢？